走走，接下来我们为你介绍的几套方案，都是我们策划部连夜为两位新晋的代言人干出来的。第一套方案，行走在山间的木栈道上，人和自然相结合，多么的美！回到了原始的生活，在这山间里面呼吸新鲜的空气。第二套方案，行走在无尽的公路当中。 公路就像是一条金色的腰带，通往理想的地方，十分的惬意，符合我们的主题。第三套方案就是无尽的湖面，你看这湖面十分的平静，就像是我们的品牌一样，简约大方，让人心旷神怡，能静下心来。第四套方案，欧洲小镇，欧洲小镇和我们品牌代言人东方的面孔相结合，文化的互相碰撞，简直就是完美的契合，神选之地。 肖总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四套方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嗯，不够一鸣惊人，不够别出心裁，预算太贵，出不起，太寒酸了，配不上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最后一套方案，城市文化方案。 刚才前面讲的那几种，都是我们品牌和传统文化的相碰撞，但是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和城市文化的相结合，绝对走在时尚的前沿，并且它可以通过城市文化来凸显、提升品牌的知名度。肖总，这是最后一套方案啊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嗯，不喜欢。 小鲁总，您有什么想法，您可以跟我们也说一说，我们也好找方向。嗯，我的想法嘛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留白，要给人遐想，嗯，不能太具体，但是也不能太露骨。啊，小鲁总，您继续说。我觉得人可以少一点。 那我们尽可能的用远景，全景，我们人站广告尽可能的只有一半，再少一点，三分之一，再少一点，四分之一。我觉得用背影怎么样？我去趟厕所。背影，镜头远远的拉开，两个小小的背影，一个轮廓在那里，怎么样？ 我先去吃个药。哦，千万不能有他的声音，因为林睿的声音太好听了，你听过的。嗯，千万不能暴露林睿的职业。这下可怎么办啊？再这么下去。 我可能真的快要吃药了，林生，救命啊！开了6小时的马拉松会议，一条方案都没过，我们头都要秃了，怎么办呀？叫他过来！救命啊！总裁大人太磨人了。啊，来吧。 林医生，您看呢？您喜欢哪个方案？我看了这些方案，觉得都挺不错的，但是这方面我不是专业的，你们定就好了。肖总，你看林医生都这么说了，您觉得咱们是？但是，但什么？但是我看了你们的拍摄时间，就是在下个月初。 在这段时间，我可能没空，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要回老家一趟。听到了吧，林医生没时间，换方案吧。
陆总，但是 Infinite 下一季的产品马上就要上市了，总不能新产品新品牌第一次隆重推出，连代言人都放空泡吧？找白景啊？白景已经和陆明取消了合作协议，违约金都收了。再找一次，让他打个折，反正他第一笔款也收到了。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或许可以去我的老家拍摄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林睿，我觉得你要是实在不愿意，你不用勉强了。 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，我可以再换一个代言人。我知道你不想打扰我的生活，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在发布会上宣布了，就要履行承诺。更何况，能去老家拍摄，既能完成你的工作，也能做我的事情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可是，好了，这只是我的想法，你可以听听策划部的意见。 你们啥有会要忙吗？快去吧。嗯，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三门。 想跟你聊，没有打扰到你工作吧？你怎么来陆明了？ 我来开代言人的策划会，过几天我会带方宁离开这里，去我的老家拍代言广告。哦，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？那让我说什么呢？说你在方宁那里的地位无可动摇。不，我来是想提醒你。 如果你藏了一个秘密10年，只是为了不想伤害方宁，那为什么又会在这个时候放弃？你在胡说什么呢？陆易遥，我到底有没有伤害方宁？这一切都很好证实。你对我的敌意，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站在方宁身边的人是我，不是你吧？ 我没有资格评价你10年之前一走了之的行为，但是我感谢你，没有因为自己的感情让方宁受到伤害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还是执迷不悟，最后只会让方宁难堪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？你这样一个人，藏了一段感情10年，明知道那场发布会对方宁有多重要。 你去选择在那个时候来揭穿一切，说明你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觉得方宁会看不出来这一切吗？我会带方宁离开一段时间，希望你能在这段时间内整理好自己的感情。你有什么底气和资格跟我说这些？ 光明正大的爱他，这就是我的底牌。另外，方宁不是一个需要别人保护他的人，他需要的是能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人。
现在我会站在他的身边。小陆总，这个是我特地为您和林医生量身打造的大片计划，怎么样？你确定这个是林瑞的老家？当然了，这是我从网上搜来的，风景如画，充满大自然的灵气，而且完全没有被开发哦，跟 Infinite 一拍即合，简直就是个大惊喜。所以呢，我特别推荐您和林医生在这里进行你们的蜜月之旅，休闲娱乐之余再顺便拍拍片子。小陆总，您觉得呢？陆总，你看啊，这事儿简直就是一箭三雕，度蜜月，拍广告，顺便再把林医生彻底拿下。彻底拿下？嗯哼，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嗯，你想啊，在僻静的农家小镇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金黄色的麦田里，微风带动着麦浪，浪，浪，太浪漫了。我说的是拍摄方案，一切都是为了工作，当然啦，也是为了小陆总。您的个人幸福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您和林医生先去，我们在公司做好方案，晚几天再来，方便您和林医生完成最后一步。行了，去吧。好嘞。知道那场发布会对方宁有多重要，你却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揭穿一切，说明你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方宁不是一个需要别人保护他的人，他需要的是能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人。现在，我会站在他的身边。